手机操作这事儿我已经决定了，必须要做。老大，你心里应该很清楚，这不是简单的改个操作系统，而是要重写代码、重开程序、重新创造一新的无人机的生态系统。所有东西都是新的、未知的、不确定的呀。我们刚开始研发无人机的时候也都是未知的、不确定的，所以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呢？可是研发手机 APP 根本就不是我跟老秦的专业啊，就算咱们要试，那也得先找到人，既要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个了解咱们极客飞行所有的数据的，又是一个 APP 边撑天才，这样人上哪儿找？大家一起想办法，找。哎，你怎么连件好看的衣服都没有啊？你说，他喜欢哪件啊？穿这件，这件。接了人家一次，就想人家对你的好感度提升是吗？你那是勾引，我这是动心，有本质的区别。这件好看吗？动心有什么用？人家的姓名、地址、电话号码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那你帮帮我呗。帮你什么？ 想个办法，快！想办法了！说，谁叫你这样出现在人家面前呢？偷闯民宅，啊，办不了。那怎么办嘛？怎么办？说呀！想不到。 改头换面，重塑形象。素颜师，是不是女生用的吗？还有呢？我听你说话，人家又不会听你说。对对对，好话得是他最亲近的人说话才有用。南桥，南桥又不喜欢我，他比我喜欢南搞，怎么办？重点在此，我派你这个疯狂科技人出马呢。 就是你有你的优势，有人家想要的东西嘛，是吧？啊，是吧？我接着继续。哎，你陪我一起去，来着，走吧。温迪他们分析的确实没错，先天考虑不足，结果确实如你在跟。你也不支持我啊？ 技术的事儿我不懂，但是你一旦决定要做的事儿，我都支持你。心情不好的时候来你这儿是最高兴。今天不营业，我狗都臭了。狗呢？候助理，在路上。 帮帮老朋友呗，就我好了。哎，就上一次，在你们家，你们把我绑起来，行李箱上。咱们走吧。哎，现在外面都在堵车，哪儿都堵。我们走路去商场。我助理告诉我，你去的那家店不打折。我们去楼上吃饭。我助理还告诉我。 你常去的那家面馆今天不营业。上次你私闯民宅，怎么这次打算打劫宠物医院了？你助理又跟你说什么了？30秒后，你有一份来自北京的快递。我来。 套近乎了，他不吃这一套。那他吃哪一套？加小费。先别在这装神弄鬼的，你助理呢？拿出来我看看。你这。
这手机就是一个中控数据台啊。算你实惠。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做点有意思的事儿？十月是我的经纪人，有什么诉求？我需要郝杰的支持，帮我开发手机操控的 APP， 你开个价吧。